首先祝贺你们，今天的破次元星星将会在你们四位当中产生。破次元星星比较难，很诚实，比较积极。从现在开始啊，你们四个严肃起来啊！不是吓唬你们，海桥带来的资源包，我没有想到这次资源这么丰富，就这三个机会你等半辈子你都等不来，就这三个机会你等半辈子你都等不来，你把握住其中一个，你就有可能真的是演员了。方法很简单，给你预备了一个片段，你来演其中的一个角色，你可以任选你的对手，而你们的搭档必须通过自己的表演争取不被封印。你们的搭档争取不被封印。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演技嘛，也演得不好，而且我又是队长，要带领他们，我也怕到时候如果没有彩排得很好，又影响到别人。我们这个剧里当中是电视剧《伪装者》的一个片段，是三个男人的戏。你敢开枪吗？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？你把枪放下！我为什么要放下？你先把枪放下，他放我就放。我不放，你敢开枪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不敢？你把枪放下，让他先放。你以为他敢开枪？你怎么知道我不敢开枪？我觉得这个戏其实还挺好的，去选择合适的搭档其实也挺重要的。你甚至于好像可以吗？需要的话我在，需要的话我在，需要的话我在，可以吗？可以。 OK， 还如何？脑子里迅速想，迅速想，快快快，谁谁快。我想要球，我想要球，我想要球。对，我是吗？还有什么要求？何老师呢？何老师呢？何老师跟海潮老师吧。何老师跟海潮老师吧。你就选两位了是吗 ？OK， 我们俩先稍微考虑一下。我们俩考虑一下。这小孩的个性怎么敢邀请两个都是？我觉得他太有种了，要么就有种，要么就是傻，太有种了。我都觉得这真是有意思，是不是？嗯。而且他很聪明，其实选两个强的对自己来说是演员是互补的，他拖你，你就能起来。但是也有杀伤力，是观众的视点可能就不在他那儿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去排练了是吗？你去排练了，拜拜，一会儿见。Hello。现在想两个都邀请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确定这样对你好吗？我自己养好就好了。海桥，你愿意在哪一队？哦，我们俩分开吧，这样的话我们还分开比较好。对，我来六号这组嘛。好，那我跟你，然后海桥跟六号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一开始上台的时候，我们俩先定一下，已经是大概十秒钟，你俩先互看。然后我往前走两步，你再马上掏枪说话。我先看到你。对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，开始。你疯了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要打。你把枪放下，让他先放。他敢开枪吗？我凭什么不可？我们三个此时，每个人都给自己心雷大大的一个小的痛，原子弹爆炸。你这一枪终究要打出来，这下好了，估计整个晚上我这脑子里都是枪声。枪法不错。为什么要撒谎？难道你没有撒谎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行，好嘞。依稀这次就比上次我觉得好多了嘛，我觉得这次这个状态比我以前看到的他好像，哎，放出点东西来，哎，他好像有一个新东西给你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吼出来了，说出来了，是吧？他展现自我的时候可能就更好一些。这世界很酷。